低保现有工资一关收，看收获呢浮起来，好，气有没有从鼻子出来？好，第二口气，有，再第二口气，吹，好，继续，吹完气，继续，继续按压，继续按压，要按压到救护人员。一关收，呼吸关收，呼吸关收，呼吸关收。好，再第二口是救生教练，因为对这个急救的训练吼，足重要的，因为电力发生迄个心肌梗塞吼，在这第一时间无采取这个急救吼，迄个生命拢无法当救的，所以每一年吼，就是咧办这个活动，有诶咧讲吼，讲这学也无时间无偌久吼，学袂晓，这当然啦，但是。和大家会当讲增加知识，每一日伫来操作，会增加知识。啊，所以阵我会真需要办这个活动。办理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都一定会来参加，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人的生命在那短短的几秒钟就是一个关键。那我们的姚理事长呢，非常的重视这个急救训练。那其实为什么每年都要来呢？其实，在我们一年没有用到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你就会慢慢的淡忘，那我觉得这也是个复习，然后又不断的在重新在练习的一个机会啊，所以其实这个鼓励大家都要来学习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第一叫，大声呼叫求救求援。第二叫，小姐，请帮我打一下，我过来一听。来，评估环境，如果旁边没有人，要先打电话。有人要明确指示啊，这位先生、这位小姐，请帮我打19或拿 AED。 第一叫、第二叫、第三叫，来。好，开始送话按压100，一分钟100乘到124，开始。好，来，你们循环哈，来。稍稍微起掉，再给滚一盖哈。AED 进来。好了 ，AED 来，进来。下，就是七下、八下、九下、十下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。